实。您客气。说真的，我特别喜欢看您的戏，好多我都看过，比如这个《好先生》啊，《荡寇风云》，以及去年特别火的《人潮汹涌》，我看了好几遍，我非常喜欢。谢谢谢谢。对，今天看到您本人也确实感觉啊，林下风起，冰肌玉骨，让人有甘之若饴的感觉。这真的是会夸谢谢。这样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觉得先给我们您的粉丝送一点小小的福利吧。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啊，或者新的行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追星有个途径，对不对？哎，那个最近舞台剧倾城之恋正在城市巡演，对，今天是刚刚结束上海站的巡演，然后下一站是去杭州。好，那各位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倩姐的星座啊。说到星座，其实我知道您的那个第十二秒最近是在湖南卫视热播，对，是吧？正在播。对对对。我知道您应该是不是分散两角，应该是三角，严格意义上就应该是三角。没有没有没有，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两个角色。是两个角色，对，对吧？只不过是同一个。其中有一个角色，他自己身上还有两重身份。对对，可以说是这也是您本色实力这种体现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啊，我们也是特别在活动之前啊，准备了一些微博上的互动活动，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特别的。而且我还看了您的微博，您不是昨天发了微博吗？我看到下面全部都啊，期待姐姐，准备跟姐姐一起在直播间见面。我们挑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回复，让您念一下好吧，读一下粉丝们理解的本色与您有哪些关联。我截了两条最有意思的，您看一下，来看一下，来给您的，那您读吧。啊，这是来自甜杏儿的。我对你的感情就像以自然对数一为底的指数函数，不论经过多少求导的风雨，依然不改本色。我天哪，这么这是一个很理科的，一个学霸级的，是吧？ 对，觉得很理智。我当时都看不懂，我觉得一定是他。无可辩驳。对，好，我们还有一条看一下，这是来自第二次被技术问题的小甜饼，说我想你一定很忙，因为忙着与小天鹅一起宣传拥有优秀本色的新产品，所以姐姐你只看前三个字就可以了，我想你。来看现在我们这些粉丝啊，是不是越来越会了？太会夸了。对，特别的会撩自己的偶像。今天呢有这么多的粉丝啊期待您，那想一想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您对于本色有什么自己不一样的独到的理解吗？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大家对本色的理解都很棒啊，但是我理解的本色呢，还是忠于自己最原本的最舒服的样子，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没错，一天下来可能会沾染很多的污渍，然后会沾染很多的灰尘，那回到家里以后呢，都有我们的鹅来帮我进行一个精细的护理，对，把它还原成最初的那种最自然最舒服的样子，让生活恢复最原本的惬意和美好，对，这就是我跟鹅对本色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倩姐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而且也很注重生活品质的这么一个类型，是吧？还不错，不错，因为有鹅。说到这里啊，倩姐在自己生活上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衣食方面的一些出色的选择，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健康和洁净吧，这两点我觉得是我最在意最重要的。对，尤其是在衣物的护理方面，我会比较在意它的洗护能力。洗护能力，对，就希望可以不损伤衣物。没错。对，然后但是同时又能够达到一个洁净的一个效果。就尤其像现在冬天了嘛，大家都会穿羊毛衫。对对对。对，那围巾也都是羊毛制品的，这种像羊毛制品的衣物就特别特别难护理。我们就要送出去。送出去打理的话又得花不少老钱，对吧？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在家就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护理，其实是最好的。哎，倩姐还是一个很持家的类型啊。还可以，毕竟是金牛座。对，哎，生活嘛，衣食住行，衣服上比较注重这个洁净和养护，是吧？那这个吃上面呢，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偏好吗？我知道你是湖南人。我湖南人，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辣，所以我的食物还是口味会比较重一些。但是它基于这样的一个重口味呢，所以我就觉得它食物的新鲜和
干净、新鲜的、健康，对，这个是我最在意的。哦，我发现不管是这个衣服方面，或者是这个食品方面，你都是特别注重这个品质性，高品质啊，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健康，是吧？要新鲜。哎，平时吃的多吗？还行，还行，对，就也不少。还能这么瘦，哎，过分了，不能说瞎说。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了你准备的小天鹅的高湿的冻鲜系列冰箱啊，就可以满足你刚才的要求啊。什么？你是要让我当场吃吗？你今天没吃晚饭吧？我没吃啊，没吃晚饭。对，我不得瘦着来吗？要不然不上镜啊。可以不用吃了，一会儿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有这种好事？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好，那个刚才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洗护嘛，一会儿我们谁不着急说吃饭的事儿，不着急说吃饭的事儿，啊，我们先那个聊一聊我们这个衣服上的事情。刚才也说到这个洗护的问题了，我觉得对于我们生活在南方的这些朋友啊，包括于一些北方人，对于这个风干干衣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 对不对？是因为南方比较潮湿，然后刚刚我说的那些羊毛制品，然后你要去进行一个烘干就特别难，因为像羊毛制品的这种衣物它特别金贵，然后本身它就挺贵了，然后你还得要特别小心去护理，温度一高呢又损伤它的一个纤维，就要么干巴了，要么就小了，就特别难弄。哎，这个说是一方面，做是另一方面，我们实地来看一下好吧。来，我们看一下这边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为各位介绍的一款我们的小天鹅本色系列的烘干机了。作为一个生活达人，应该是对于穿搭很有自己的一套，是吧？很讲究，很讲究。喜欢羊毛衫吗？喜欢啊，因为羊毛衫它柔软，对吧？穿在身上，在冬天穿到身上就会特别保暖，也不至于会穿得特别厚，对，又好看。对，那肯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护理起来很麻烦，很麻烦，对对，而且还费钱。对，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一款的烘干机已经是里面准备好了一款，已经我们在活动之前放好的一款非常放的一件羊绒衫了，它价格也是不菲，一般我们都要送去外面护理，对不对？是。这我们要讲到烘干机啊，我们不能我们这种外行来讲，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对吧？我们有请我们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国内营销总经理王春凯，春凯总为我们在台上来实地来看一下。哎，好久不见。哎，你好，王总，你好。刚才我跟倩姐已经讲了半天啊，比如说这个羊绒衫啊，它就很难护理。几乎没有烘干机是可以做这个羊绒衫的一个烘干的，对吧？对。但是我们在活动前就把这件价值不菲的羊绒衫放进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技术，怎么突破的？跟我们好好讲一下。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今天推出这个小天鹅本色的烘干机呢，实际上可以讲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款。其实我们主打的概念叫羊毛柔烘，就刚才大家讲到的，其实我们在家庭里面，比如说这种普通的衣服，大家烘干都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难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烘干这种羊毛的产品。对，哎，羊毛你平常要去护理它，你试完了以后你又不能拧，对对，一下你得用水把它摁干，然后还得晾干，就很麻烦。你知道那个就上一代那个产品啊，就是之前这个您帮我们拍那个那个广告宣传片的那款产品，实际上当时我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一件新买的 T 恤衫只穿了一次，然后这个在烘干的时候混在其他衣服里面，我就给忘记掉了。结果那件衣服拿出来之后就穿不了了。嘿，怎么 diss 自己的产品呢？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出来之后，实际上可以讲解决了市面上所有的难题。真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款产品啊，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吧，拿出来看一下。那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件衣服，实际上我们是经过这个反复多次的烘干。那么这件这个羊毛衫，我就具体不说什么品牌了，但是它是价值16000块钱，而且非常高端，很软啊，对对对，很软，很舒服，对。哎，而且这个是烘过以后的，对对对，这是烘过以后的，而且是烘过几次之后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烘干羊毛这块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在市面上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核心的技术。那这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温控是非常精准的。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啊。实际上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羊毛的这个单独的烘干的这个程序啊。哎，要知道一般的这种高档的羊毛衫啊，上面都会有明确的不可烘干的标志的。对对。然后但是我们专门就有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因为这款产品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在11月份，就这个月才会上市。那这款产品是今天我们特意从这个工厂发过来的一款产品，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最完整的，因为我们到上市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羊毛
羊毛的这个烘干标识，特别的一个体型。对对对，蓝标。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烘干羊毛里面啊，我们一共是有三种标准，第一个是绿标，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品牌只在洗衣机上实现了。但是这个蓝标和黑标呢，我们在一部分的干衣机上有实现，但是目前在国内的所有的品牌里面是没有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呢是得到了这种欧洲的这个羊毛局的认证，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本色产品里面去烘干这种羊毛的产品。没错。哎，倩姐喜欢吗？所以这个是低温烘干，对不对？低温，对，因为它是有两重控温，控的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可以做到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控温。所以因为羊毛它最怕的就是这种高温，不能太热，对，不能太热。就是我之前那个我说的那个 T 恤衫，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温控啊不是那么特别的精准，导致它的这个变形。王总家里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安排上了？对，我现在是请问我们家什么时候安排配合？哎，这是重点。这个我们憋了很久了。对，这个都可以来用。一会儿拉走啊。这款产品啊，我们确实要这个月上市。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实验的这个羊毛衫啊，我们只是在这个我们公司里面去做实验，我们试了很多次，因为它毕竟上市之后要给好所有很多的这种羊毛产品。因为所以我们在选了一些这个非常贵重的好的产品来实验。好，我但是要我说啊，上市这个还是挺是时候的，冬天来了，对，马上这个季节特别合适，马上就要开始是继续要穿起来羊毛衫了，所以现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购买，对，这是一个极其好的时候。那我们现在马上我们这一款小天鹅本色系列烘干机就要正式上市了，在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所以此刻已经被种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或者是我们线下门店进行购买。感谢各位对我们这款的支持。倩姐喜欢，一会儿一定得安排一台，对不对？实际上它这个洗衣机卖得也很好，这个因为这个有了我们万茜帮我们去代言，实际上我们这款下面的洗衣机啊，在国庆期间我们卖了4万多台，它价值是在7599元，其实卖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我刚才讲的这个是羊毛的绿标，那么我们这款产品上市之后，这边的话会贴上这个蓝标。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啊，因为小天鹅这个品牌呢是我们美的集团旗下的一款高端品牌，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工作装啊就是美的，是因为我们美的集团的一个旗下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小天鹅呢未来我们所有的一些高端产品都会搭载鸿蒙系统，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到我们的终端去体验一下。哦，鸿蒙系统啊，最近我们一直是在小天鹅这个品牌上去打造这种国潮，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通过手机来控制的，对不对？手机直接一贴啊，所有的越来越方便了，对，全部都能实现了，就非常方便。而且它这个贴其实更方便啊，其实它不是单纯贴在这个机器上，它是可以接下来的啊。哎，这是可以操作的，可以操作的。这个接下来实际上这个放在这个客厅里面，你放在这个床上都可以啊，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后面我们所有的高端产品都会搭载这个鸿蒙系统。哎，这也是一个可以识别的一个标志。好，我们看完了这两款之后啊，刚才我也跟倩姐讲了，这个生活嘛，衣食住行，民以食为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倩姐也说了，很注意我们食材的保鲜健康。新鲜对。那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舞台上的这边也是为大家特别要带来的，我们这一款是我们非常要为各位隆重介绍的小天鹅高湿冻鲜系列冰箱。先问一下两位，平时做饭怎么样？嗨，哎，是不是不能聊？说到这儿就有点尴尬了，确实不太做。不能聊啊！但是我在家还是会帮忙洗洗菜啊，摘摘菜啊，打打下手的。那对食材还是很了解的。那当然，就很多痛点，实际至少我们还是知道的。因为这款产品，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在杭州发布的时候，当时我们是送了这个一朵牛肉做的这个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对。因为那个它的冻的话是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打开看一下吧，看一下，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提前啊，对，已经准备好的一些食材，最主要的是这个冷冻，下面呢也有冷冻，不同的区域，对，主要是冷冻。哎，刚才有谈到牛肉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特别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与众不同的区域，是我们的高湿冻鲜区。实际来看一下，什么叫高湿冻鲜区？这款产品啊，其实我们主打的就两个核心功能卖点，第一个呢就是冻肉。第二个呢就是冻面，尤其像北方人啊，这个吃面食吃的比较多的，实际它冻肉呢，这边有，对，底下那款是面，底下那个是面，把底下那个下面这个抽屉，对，中间的这个是冻面。实际上我们在冷冻的时候啊，
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冻肉呢，新鲜，它会发柴，嗯，啊，冻肉会发柴，然后冻面呢，它会裂开。对，实际上我们这里面这个冷冻仓里面啊，充气了这个很多这种90%以上的这种湿气离子，所以导致它呢什么呢？就是可以保证这个湿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调节。那除了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这个高湿冻鲜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啊，这个肉质还很新鲜，颜色很新鲜，一点都不泛白，是非常的新鲜。对，一看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鲜，两块都是一样的。对，两块都是。对，下面那个面呢？这个面也其实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好，因为冻的时间比较久了，冻的时间比较久，面其实这个对就没有裂开，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对，它有的会就冻裂了，它无法控制。对，因为通常来说，面食放在里面放久了就是会开裂，就开裂。尤其吃这个饺子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馒头啊，一煮就碎了。对，直接就碎掉了。所以这款就是我们主打的两个这个核心的一些卖点。好啊，其实我们看到上面还有特别一个变温空间和一个调湿空间。对，哎，这边我们还有不同的选择，哦，可以选择低湿、高湿。可以选低湿、高湿。好，这边你看，这边有冰鲜、珍品和母婴。哎，这个很少见啊。哎，你看我们这边还有特别调节一个母婴区的一个专柜。嗯，这个就是它是针对不同的食材进行这个可以选择性的去调节它的这个温度。而且温控也是非常准。没错，两位都没吃饭是吧？怎么着？要请我吃饭了？来，随便我先来，随便拿。好，有一说呀，这制冷效果真好，打开啊，都已经感受到那个热气、冷气啊，都面而来了。一会儿呢，知道倩姐没有吃饭，所以呢，我们要用现有的食材，一会儿给倩姐简单的做一道，好好的品尝。真的要做？真的有，真的要做。我非常期待，我就想看我们的面到底是不是还是那么。Q 弹，没错，要看一看，得检验一下，对吧？我们作为代言人，我们要好东西要拿出来看一看，像我们的羊毛衫一样，没错没错没错，牛肉和面一样，对吧？好，我们也是感谢王总给我们的一个介绍啊，谢谢。好，请到台下稍作休息，感谢。也感谢我们倩姐和王总跟我们在这一轮的分享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食材新鲜的满足感、衣物的舒适感，都会给我们提升生活品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那我们小天鹅本色系列的洗烘套装和我们小天鹅高湿冻鲜系列冰箱，我们已经看过了。小天鹅品牌始终坚守着技术领先性，坚持自主创新，拥有多项的核心技术，这些都是小天鹅引领行业品牌格局和发展潮流的底气。全心全意小天鹅是品牌的初心，恒心给万千消费者衣食住行带来更加好的一个体验。说了这么多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有很多很多来自天南海北各地我们小天鹅的用户，对吧？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小互动啊，各位可以把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以弹幕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朋友，对不对？各地就要打下卡了，因为我看到，您的微博上可是有各地的粉丝准备。好，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看到有沈阳、上海、无锡啊，也欢迎各位。哎，说到底，说起来啊，倩姐作为艺人演员，应该经常要去各地奔波，应该是最常见的。家常便饭。对。那您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城市是哪里呢？那当然。就说上海吧，因为我现在是定居在上海。弄好。我之前也是在上海念书。对，我看到您在上海念大学嘛。对。然后，哎，去年您的电影，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您用上海话，还有一段很有意思。教训别人。对。好，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为了照顾我们倩姐，把我们本色皆出色2021小天鹅城市巡展的第一站放在了您家门口，特别呢也把我们的展厅呢就布置在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展厅的具体内容，好不好？好啊。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小天鹅品牌的全品类的展示区了，空调、厨卫都在这个区域。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哎，您好。欢迎
迎大家来到我们全产品的一个专区。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区呢，可以看到有我们的小天鹅的家用空调、热水器、洗碗机、烟机和灶具等。那其实小天鹅呢，它除了我们的洗衣机之外呢，它还在我们的一个智能家电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产品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做到家装一步到位。哎，说到这个，你看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家电、厨房的都有了。倩姐，我突然觉得你好像家里应该装修一下了，对不对？好像应该有人要免费送你点什么东西了。不瞒你说，已经打了这个主意了。哎，对，这不能忘，安排上，到时候得拉一车走，拉一车走。好，今天那个难得呢，请到我们代言人直接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请倩姐在这里，我们跟我们的这个组合进行一个简单的合影，好吧？也是全品类种小天鹅的，来，我帮您先拿。哎，谢谢。好。好的啊，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也是我们整个小天鹅各种不同的家电啊，主要以厨卫为主啊，包括我们的灶具啊，啊我们的空调啊、净水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管机，都是各种各样的。欢迎各位能够支持我们的小天鹅。好的，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区域啊，上海人肯定最了解上海文化了，我相信这个你应该很喜欢。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准备的我们的城市文化涂鸦墙，把我们上海的一些城市元素还有特色文化都以涂鸦的形式啊展示在这面墙上。哎，我觉得跟你今天的衣服很配，那种完全可以融入其中。哎，对，我不是鹅小天，谁是鹅小天？哦，鹅小天在这儿呢。哎，有这边，鹅小天很帅啊。哎，既然是涂鸦墙嘛，我们也来一下好吧？来，我们工作人员啊，麻烦拿一支笔上来。我们要请这样，倩姐在上面留一句话好吧？啊，就写我们这次的主题好了。我们这个画的这么好，在上面写字有点舍不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是特别为你准备了。来，我们工作人员麻烦给我们拿一支笔好吗？好。来，我帮您拿。啊，对，本色皆出色，然后留下您的名字，看看挑一个您喜欢的地方好了。好，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准备的一条 logo。好，本色皆出色。哎，也希望我们以后看到我们倩姐更多的本色实力的作品啊。来，我们还是在这里。留一张影。好的，谢谢。哎，无论何时啊，看到倩姐这个招牌微笑啊，都感觉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好，您的。谢谢。好，刚才说了请客吃饭，对不对？虽然不是我请客，但是真的要吃饭。真的有饭吃。走，吃饭去。好，大家现在马上就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厨师老师特别邀请的厨师老师为您准备的我们这一轮的食材了。特别有名的上海葱油肉丝意面。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地方都是来上海嘛，所以想让倩倩解释一下我们上海的感觉。好，葱油肉丝面，来尝一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够还有，不够再来，好吧。哎，这个造型也很漂亮。这个摆盘很漂亮。嗯，我现在我在这儿已经闻见那个葱油的味道了。哎，确实有，确实有。来，您少吃一点，试一下。哎，小心，我帮您拿吧，这个。这个就是。看，尝一下，味道怎么样？还是热的。这个都是我们刚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食材，就是我们那一款高湿冻鲜冰箱里。你说这个肉和面都是那个冰箱里面出来的食材做的是吗？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可以感受一下，作为代言人。尝受一下自己这个代言的产品。我跟你说，我对葱油面的要求可高了。很高是吧？美食家。哎，我看到我都饿了，我真没吃晚饭。要不你来一块呗，味道真的不错。确实不错是吧？它这个面很 Q 弹。很 Q 弹。对，比较像是现做出来的。这个可是在我们。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冻过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然后就刚才你在台上的时候，然后我在下面做的。关键可以，倩倩姐可以试一下这个肉丝，我觉得肉丝的口感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冰箱的一个保鲜的一个度。对，它还是很柔软，很嫩。对。
很新鲜。倩姐现在没有别的心思，吃高兴了，要不吃完我们再下一趴。很弹牙，一点也不柴。可以是吧？对，很棒。其实你不跟我说，我不太会知道是像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因为通常家里面冰箱拿出来的，它总归是面不会有那么的 Q 弹的感觉的。而且像我们这种常常要出去，因为一直在外面拍戏嘛，然后有时候要转景转到别的地方，然后转个几天，然后回来以后，就冰箱里面的东西就开始就变得不新鲜了。对，但是这倩姐一看就是饿了。别饿了。没事没事，慢慢吃慢慢吃，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好，那个打包一下，一会儿给倩姐准备啊。打包一下，打包一下。好，倩姐虽然说刚才在家里不做饭，但是都会帮忙。我很会吃。很会吃。对。但是会经常看到爸爸妈妈们做饭。油渍肯定是做饭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因为我看我妈那围裙也是，就算你不管怎么洗，洗好多遍，上面都还是会有一个印记在那。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来一下我们这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小天鹅的这个实验室了，科学实验室。刚才跟倩姐也讲到了这个顽固的油渍啊，尤其在做饭的时候，包括有一些像我这样邋遢的吃饭也会吃到衣服上的人，洗衣服很痛苦。不能穿白衣服。不能穿白，哎，好主意，肯定，对对，好主意，不是我们的错。这像一个魔咒，对对对，只要一穿白衣服，肯定会被见到。哎，你刚才没关系啊，你先白衣服没关系。我刚刚是这样吃的。哎，倩姐说对，不是我们的问题，是衣服的错。是的，衣服的错。好，不能这样，不能甩锅啊。我们要请我们专业的老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小天鹅洗衣机的一个奥秘所在。来，我帮你拿。倩姐，哎。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准备了三种比较常见的污渍，一个是我们的蓝墨水，一个是火龙果，还有一个是碘伏啊，都非常生活中非常常见。那今天倩倩姐，我们来给大家做个小魔术，可不可以？来，您拿这个。怎么做？来，我们来倩倩姐，我们往这边靠近一点，然后这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蓝墨汁，嗯，对，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对，然后哎，现在我来半个嘛。对，然后我们左右两边各滴三滴。对，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普通的自来水啊。目前的话两边都是，对，然后这边也是。好，小心一点，对，来，啊，可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蓝氧装置，然后大家其实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啊，我们拿搅拌棒就是模拟一下我们的。哦，对，这边的话就开始，对，开始发生反应了。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普通的自来水啊，对，我们搅拌一下，就模拟一下我们平时在洗衣服过程当中啊，如果说衣服上不小心沾了这种污渍的话，哎，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啊，在洗衣机里面，如果说哎普通的洗衣机可能说是这个蓝墨水啊，它就迅速的还在里面，对，就融在水里面。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会看到刚刚我们在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这种。哎，气泡水，而且我们的这个蓝墨水在迅速的被溶解、被分解掉。它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天鹅本色系列洗衣机一个微型的一个展示？对，其实是非常直观的。如果说在镜头里面，哎，我现在后面拿了一个我们的白纸挡着，会看到啊，这边就正常的水里面的话，我们的色素会迅速的扩散，然后会残留在水里面，就是非常容易对我们的衣服造成一个染色。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一个蓝氧科技正在工作啊，我们迅速的哎已经看不到，就是非常明显，哎，这个蓝色在消失，对，蓝色渐渐的已经就是被溶解掉了，很明显的两个有不同的感觉，对，非常明显。这边的话就是残留在这个就是更多的蓝墨汁，对，是的。然后残留在水里面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其他衣物造成一个染色，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蓝氧科技的一个核心所在了。对，它在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短啊，正常在3到5分钟之后，这边会把它完全还原成清水。为什么会这样？对，其实为什么这个科技是怎么回事？它的这个科技，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我们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叫羟基自由基的成分，我们把它运用到洗衣机里面。是电解水，它会产生一个成分叫羟基自由基，这个成分呢非常具有这个氧化性，所以说它能对特殊的污渍进行一个瓦解，同时呢还能够分解一些细菌啊，我们的这种污垢啊等等，把它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高效。
对，现在其实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哎、已经快没了。我觉得听不懂术语没有、哎、听不懂术语没有关系，不是肉眼可见就可以了。我想倩姐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对我来说自取其辱呀。很尴尬，我除了一句二氧化碳什么都听不懂。对，并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我们有眼睛就可以了。没错、嗯、它能够分解掉我们衣服上的这种污渍色素。对、哦、其实现在对，我把它关掉之后，它会迅速还原成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自来水。你就会变成清水状吗？对，会变成清水状，就污渍能被完全的分解掉。对，没错。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慢慢等它，说不定一会儿我们能看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看。对，哎，这边啊，这个应该是上海特色胭脂吧？胭脂。对，这个倩姐是不是比较熟悉？拍戏应该会用到。这个。我们就不用，可能不太用这种膏状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拍戏还是会衣服就经常会蹭到，哎，就领子上会蹭到一些粉底啊、口红啊。哎，刚才说这个穿白衣服吃饭必滴，其实穿白衣服口红也必沾，很难。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交给我们本色洗衣机来，我们可以到我们机器面前，对，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打开的时候会出现油渍、妆渍、果渍，那我们平时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浸渍洗这边，然后可以对不同的污渍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刚刚吃葱油面可能有油渍，那我们如果说像不小心染上胭脂的话，我们有妆渍啊，可以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去除。嗯，同时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啊，就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防串色啊，就不深浅衣物可以在一块洗涤、哎这个、而且上面其实选择很多，混合洗、哎、专门洗白衣服的是吧、嗯、白衣镜，然后浸渍洗就是洗这种特殊的污渍的，对，特殊的污渍，白种防串色就是什么衣服往里面一扔，对，就省事，适合我。冷水洗是冷水洗，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洗衣机都是用热水洗、啊、对，但是我们的冷水洗的话是获得德国 VDE 认证的、是获得国家认证，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到用冷水也能够达到40度温水洗涤这样一个效果、哦、嗯，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你看这边还可以选择不同材质呢，羽绒服，对，羊毛，哦，羽绒服真的是，羽绒服只要丢到洗衣机里面它就要瘪了，完了，对，就觉得它已经失去保温的功效了，通常来说，对，看我们这款还可以洗羽绒服，真的这个确实是，哎呀，这哎赶紧给倩姐拉两台啊，拉两台，安排安排，必须得安排啊、洗完衣服之后肯定又回到那个最为困难的烘干对不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就是你说这个现在一线城市啊，以上海为例，因为房价多贵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空间专门弄一个阳台去晾衣服，真的说实在的不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阳台干什么不好啊，养养花呀，然后、哎稍微装饰一下，弄两把凳子，弄成一个特别的小阳光房、啊、哎，对，做个瑜伽呀，喝个咖啡多好，为什么要用来晾衣服呢？所以这个时候烘干机就要上场了，来安排看一眼。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给大家看的我们小天鹅的烘干机了，也是我们的本色系列烘干机，我们还是请我们专业老师来介绍一下，看它现在在运作了。那是的，我们的这个本色烘干机呢现在在运行中，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烘干机烘干的时候呢跟别的烘干机不太一样，它整个烘干过程呢是贴着桶壁去烘的、哦、它正在转呢，对，它你看不会掉下来，而且你看不到衣服，因为它是全程都贴着桶壁去烘。我以为你在给我转一个空桶呢。对，因为呢我们烘干羊毛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摩擦过多呢它容易起球，这也是现在很多我们的烘干机不能烘羊毛的一个问题、哦、但是我们本色呢它有一个贴壁烘，哦，是这个道理，对，它可以去全程贴着桶壁去烘呢，可以减少摩擦带来的起球，并且呢你可以暂停，然后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内桶的这个温度，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哎，没有很高，哎，没有很高，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天，哎，感觉就是常温的感觉，对，就常温，比常温稍微高一丢丢，对对对，那整个烘干过程中呢我们是30到40度的一个低温，那减少了高温对羊毛衣物带来的变形，对，感受一下还是非常柔软的啊，软的软的，对，我就不了，我怕我操脸把它弄破了。对，那我们的这个贴壁烘呢和低温烘呢可以保证我们的机器呢可以来烘羊毛，然后我们的 M 羊毛柔烘系统呢烘得快，烘得净，烘得干净，烘得安静，
烘的匀和护的平五个维度呢，可以保证羊毛。因为刚刚他不提，刚刚小姐姐不提醒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在运转。对，那个我确实也是以为里面跟我唱《空城计》我想，哎，透明国王的新衣啊。对，因为他刚刚其实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嘛。对，而且非常安静的。对，没错。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小天鹅本色系列的烘干机了。喜欢的朋友，马上一定要赶紧下定。这个冬天让你舒舒服服的过，对不对？是的，便便宜宜，舒舒服服过。对，主要是便宜。对啊，真的羊毛护理好费钱，你知道吗？你送一趟干洗店，真的是几十大洋就没了。好，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主舞台，我们要感谢倩姐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好好的来看了一下。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倩姐应该换家电了呀，必须得安排一波。肯定会安排，对对对，放心。好嘞，我们也是在马上后台就催他们一下，对，赶紧安排运车，我估计他们都准备好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倩姐陪我们一起逛了本色街出色2021小天鹅城市巡展杭州站的一个直播现场，我们要感谢倩姐，谢谢。然后不仅带我们看了我们小天鹅本色系列的洗衣机、小天鹅本色系列烘干机、小天鹅高湿冻鲜系列的冰箱，那之后呢，我们还会进行我们六城巡展的直播，我们会在无锡、沈阳、重庆、广州不同城市进行我们小天鹅的巡展，敬请各位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主推换到我们的六城巡展，我们也要纪念我们今天也要开始的一刻，我们要感谢倩姐。哎，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部分？整个展厅里？我觉得每一个部分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因为这都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衣也好，食也好，对吧？衣食住行它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问一下，像烘干，我觉得是今天的一个主打的一个项目，而且它马上就要上市了，正好是卡在我们进入冬天然后开始做换季的衣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一台，反正我已经下定了那个安排谢谢，安排一下。明白明白，这个都懂，这些我已经有了，麻烦这个来一下。都懂，这个都懂。好的，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倩姐本色及出色，也期待您未来用您的本色实力给我们带来更加出色的作品。谢谢，也希望我们鹅的本色可以让所有人都喜欢，都能够本色到大家的心目中。好的，谢谢谢谢倩姐，谢谢。好，您到台下可以稍作休息，感谢，再次感谢，谢谢。今天好，谢谢，感谢万茜和小天鹅高管给我们带来的原。